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二零二二年五月廿七号，咁啊，已经系星期五啦。嗱，一连几日嘅呢个啊美股咧就反弹，咁啊今日咧港股咧都升咗六百几点啊，咁但系咧呢个全世界嘅经济啊，其实咧好似系悄悄地咧就出现一啲咧衰退嘅风险。嗱，咁啊喺星期一开幕嘅特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呢個二零二二年嘅年會上面，唔少地方嘅政商界領袖啊，都係擔憂緊呢個問題，就係、是、全球經濟啊，面臨多重威脅。咁啊，甚至乎呢，有啲人話出現咗一個全球經濟衰退嘅風險。嗱，包括美國、英國同埋歐洲在內嘅主要經濟呢個體咧嚇，佢哋嘅通脹率達到三十年以來最高水平。 英國更加係四十年來最高嗱，所以咧，我哋琴日已經收到好消息啦！啊，英國嘅財長啊，宣布喺今年嘅秋天就每依個每個家庭咧就派四百英磅嘅依個電費補貼啊，話我哋交電費都交得好金啊，我哋嚇咁啊，佢交交嘅即係補貼我哋好過冇啦嚇。好啦，咁啊，今次咧。

經濟咧係面臨住二戰以來最大嘅考驗，係其實每一次都咁講㗎啦，係咪？好啦，咁啊，I M F 嘅總裁咧就喺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哋咧面對住一系列嘅潛在嘅災難。嗱，佢警告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加劇咗武漢肺炎嘅疫情影響，拖累咗經濟復甦。嗱，咁啊，並喺食品同埋燃料價格,格飆升之際咧，加劇咗通脹。嗱，呢個係嘅嚇，因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咧。 誒，烏克蘭就係呢個糧食生產大國，俄羅斯亦都係糧食出口國，咁亦都係能源出口國，咁啊，所以呢，令到燃料價格上升，通脹當江嘅爆燈啦，係咪？嗱，上個月 IMF 喺第二次啊，依個下調咗全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嘅時候，就話啦，烏克蘭戰爭同埋通貨膨脹係好多國家啊要面對嘅現實危險。 嗱咁啊，原定喺星期二啊，達沃斯論壇發言嘅歐洲央行嘅行長啊，德拉吉啊，啊咁啊佢就話啦，咁啊一篇文章中警告，經濟增長同埋通脹係處於相反嘅道路，不斷上升嘅價格壓力呢係抑制咗經濟活動，亦都破壞咗家庭嘅購買力。德拉吉咧就話啦，俄羅斯誒呢個侵略烏克蘭戰爭嘅。 好可能會成為超級全球化進程嘅一個轉折點。佢補充呢個可能會導致供應鏈喺一段時間之內嘅效率下降，並喺轉型期間成為經濟啊帶來更持久嘅成本壓力。不過啦，呢個特拉吉咧就承諾七月同埋九月會加息，呢個係歐洲央行啊嚇。好啦，咁啊佢哋咧表示加息咧，其實誒美元嘅升勢咧亦都受到呢個阻擋嘅，因為咧美金啊。

跟住咧就去到呢個非洲國家尼日利亞等等，啊呢啲咧不斷啊接收或者取代中國嘅工廠生產嘅貨品，咁而咧令到咧全世界嗰個誒產品咧個價格可能咧就會見頂就回落。嗱，呢樣嘢咧，我哋其實睇翻最近誒美國嚟講咧，佢哋都有專家講啦，其實經濟佢哋嘅嗰個叫做咧通脹壓力咧開始有舒緩，開始有見頂跡象。

嗱，咁佢哋咧，即係表示嗰個經濟前景咧唔係好樂觀嘅，啊，呢個係世界銀行嘅行長。嗱，咁啊當然啦，主要咧就係呢個叫供應鏈嘅持續中斷同埋通貨膨脹，啊，佢哋最而家最關心呢樣嘢。咁而能源價格咧啊急升咧，亦都係呢個問題嘅呢個誒最主要原因。嗱，咁佢哋就話啦，一係啲大型經濟體，包括德國同美國，經濟已經出現放緩跡象。 嗱咁啊，俄羅斯同烏克蘭都係啦，佢哋經濟會因因為戰爭咧而急劇收縮，啊咁啊，對於發展中國,國家嚟講咧，其實應該情況更加惡劣嘅，所以咧我哋見到啦，新兴市場嘅貨幣咧都大跌嘅嚇，咁佢話啦，德國啊可以話係第一季，即係今今年嘅第一季啊，成功避過咗經濟衰退嘅成長，咁啊因為咧中共呢個病毒大流行同埋俄烏戰爭咧好大壓力，嗱不過咁。 德國咧可以比得過，咁啊美國咧其實最近都好似有少少改善，但係咧高盛嘅分析師咧就認為啦，未來嘅兩年內啊，美國經濟衰退嘅可能性係三十五個 percent，咁啊三十五個 percent 咧都唔算好高嘅嚇，咁因為咧高盛咧嘅分析咧佢係根據而家嘅情況嚇，因為咧主要美國啊受住能源價格嘅影響好大，因為美國係全世界嘅能源咧就消費國。 個個都揸車，個個咧都需要用能源，係嘛？又射呢個石化嘅能源。好啦，咁啊，其實呢，究竟全世界經濟會點樣走向呢？咁我哋會睇翻呢。其實美國啊，啊，最緊要美國呢，係誒做一個好大嘅指標。嗱，美國股市個個都覺得會冧，但係呢，喺今年美國嘅呢個誒道瓊斯指數跌到落去三百零六百呢，就好似出現反彈，而且一升升咗連續升咗幾日。 咁我哋睇即係睇翻而家嘅情況咧，亦都大家知道啦，春江水暖鴨先知。佢哋預期呢個最壞嘅情況可能過去嗱，所以咧誒，我諗即係如果你係睇美國前景咧，未必可以睇得好淡嗱。但係咧，呢個世界經濟咧就唔係淨係睇美國嘅，我哋睇埋中國嗱。中國嘅情況咧就啱啱相反，中國而家咧都仍然未走出呢個陰霾啊，就係呢個武冠肺炎啦。咁所以咧。 我哋就咁睇美國嘅呢個武漢肺炎嚇已經過去啦，歐洲亦都全部過去啦，所以咧佢哋經濟出現復甦，而大陸咧就可以話仲未走出呢個困境嚇，咁啊所以咧誒全世界經濟唔可以一刀切嘅，要睇翻唔同嘅部分。我哋認為啦，世界嘅呢個發達嘅經濟體嚇美國啊、歐洲啊、英國等等咧，其實就已經復甦嚇，咁其誒嗰啲反而咧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包括香港咧。 都系未走出呢个困境嘅呢段时间讲住咁多次。